参加今天的崇拜聚会。下周崇拜由刘群茂牧师讲道，讲题为你所爱的人病了。十月份崇拜信息主题为耶稣的神迹，鼓励踊跃邀请新朋友参加。抢救灵魂大作战，天国大富翁，圣诞福音总目标为10,000人次。11月6日前为预备阶段，请在小组中持续3×3火热祷告，并拟定小组预计接触的对象及福音行动进行的方式。详情请参阅周报。爱在400粮堂，强力征求教会老照片、老故事活动。12月18日前，鼓励弟兄姐妹踊跃提供民国100年前在教会旧堂含福林桥下、中正路、灿坤、承德路时期有关的各项聚会活动照片。经由教会评选，符合征求主题者将有机会于新堂刊物影片中呈现。详情请参阅周报。在圣经里有一个人，他所求的跟大家都不一样。他求的是智慧，因着他所求的智慧，上帝赐他拥有世上最珍贵的恩宠。这个人就是所罗门王。所罗门王也是箴言的作者。透过箴言，我将带你活出充满智慧的全新自己。无论是在职场上、人际关系上、家庭和谐上，让我们在生命的道路上拥有一生受用的智慧。好消息，刘牧师新书《Guide of Life》一生受用的智慧箴言灵修信息将隆重登场，提醒弟兄姐妹，牧区预购已截止，10月31日前至400书房预购，将赠送超值礼物包，数量有限，鼓励弟兄姐妹踊跃预购，详情请参阅周报。装备中心圣经好好读系列课程小先知导读2，时间在11月6日周日上午，带领你了解圣经书卷背景，增加读经乐趣，鼓励弟兄姐妹踊跃报名，详情请参阅周报。婚前之约，婚前辅导课，时间在11月12日到12月10日，连续5周，周六晚上，教导含夫妻角色与责任、原生家庭、沟通与冲突处理、家庭财务管理、亲密关系等幸福家庭必修课程。鼓励本堂论及婚嫁、男女朋友或已婚3年内夫妇稳定崇拜及小组之基督徒或慕道友踊跃报名，详情请参阅周报。青年牧区考生家长祷告会，时间在11月5日周六早上，鼓励家中有要参加明年学测、职考统测、国中教育会考之考生家长踊跃参加，一起以祷告托住考生，赐福持守聚会小组的考生都能考上心中理想的学校。详情请参阅周报。青年牧区11到12月灵修手册 Shining People 双月刊创刊号马太福音来喽，专为青少年生命发光而出版，让青少年读了神的话后生命充满亮光，数量有限，鼓励国高团契学生踊跃订购，详情请参阅周报。青年牧区寒假 Elite School ES 精英学校奖学金申请班免费申请中，时间在1月16日到2月18日，鼓励高二到研究生之已受洗的基督徒且符合申请资格者踊跃报名，完成课程实习后将依实际表现颁发奖学金哦。报名至11月13日下午2点，详情请参阅周报。耶稣喜爱世上小孩。老师，那祝棚节要做什么呢？祝棚节呢，它是一个整整一个礼拜的节庆。今年的祝棚节是在10月17日到10月23日，在这一个礼拜呢，以色列人他们都会住在自己搭的棚子里面，他们会在这个棚子里面一起分享秋天的食物。很重要的是呢，他们也会在这个棚子里一起读传道书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，这也是雨后都会忘记。上周建堂奉献金额为54万元，累计至10月16日，建堂奉献金额为5亿6400万元。以上为本周教会消息，详情请参阅周报。